哎，宝比怎么了？喂，宝贝，你在哪？我在家准备要睡觉啦。人家好想你哦。嘿，我也想你。啊，你洗好澡了吗？对啊，刚洗好澡。人家想看宝贝现在的样子。现在吗？废话，难道明天吗？好啊。可是你可能要等我一下，我要起床开个灯。啊，还要开灯哦。对，你可能要稍等一下哦。我拿一下手机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。Baby 好了吗？快好了，快好了。喂，宝贝，你还在吗？网络现在有点慢，你可能要等一下哦。宝贝，到底还要多久？还没有收到吗？有啊，在传了，在传了。宝贝，我刚刚传出去了，可是我现在没有打扮，你不可以觉得我丑哦。嗨，谢谢你看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加订阅，然后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。我是达达 Samuel，我们下次见。